啊，我对啊，这个超烦的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蛮麻烦的。军火管制，不用怕被炸了，不用怕了。不怕。我的炸弹被收走了。国王空降了。哇！他死了。炸很多东西呢。他的装其实好像还行哎，保护二，还可以。真的，我捡到保护二。对啊，就是付一个简单的就来了。把进攻给我啊！你看我啊，不行，现在不能给我，会不见。我回去。我要补地板，这地板真的是。我已经躲到地底了。在哪边上去？在农田。上去路要自己铺，没了。我在这里哦。啊！哦，大钱钱。现在。这是要游泳游上去吗？哎，团团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有啊，没有，那是那个只在那么可怜的地方哦，一般村，那个村，我讲你再过40秒，我们就第一天就没了。好好好，我这连续挖黄金的好爽哦，400块了，我不想上去了。哎，我们的地底有好多奇怪的蓝人哦。对啊，我刚刚在蹲着躲，你知道吗？小精灵啊，好多这种，躲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就没事了。蓝色小精灵。蓝色小蛀虫，你知道他刚走到我旁边，然后就从那个墙角这样探出来看我一眼，然后赶紧把东西堵起来。顶啊！好搞笑，我好饿啊！牛排吗？这里有，来，也放牛排到后面。牛排，牛排被小帮手拿走了。我有，然后这里也有，剩两滴血。剩一滴，血超少。我给垫脚石，我等下可能要去死了。我要给垫脚石。哎，按准备，他们好像来了。有，他们来了，按准备。没有声音。都好了，好完了。听大家都有声音，我也没办法。我给你好吗？好。嗯，尚未触发项目。有了。看有没有办法抢到钱。哎，哎呦，掉下来了。我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地方，这个路有点不平啊，超不平。我一发的箭矢，我都看到你的屁股，你好漂亮，挂掉了啊！我下去了，下面，哪里呀？我们底下去，最底下，我们往下吗？对，直接往下面，最下面，最下面，你居然从来没挖过你？他堵很多啊啊！全部都是石头，我就要溺死了。我就帮你把水堵住，后面一个，准备，来，你下去。下去，下面感觉有一个蓝，有了，好像是你，有吗？再挖，好，挖掉了，挖掉了，好的，我要走了。你后面有人哦，对，来了，没关系，我身上没有啥好东西，他是贼屁股，他跑了，啊，你有保护我的腿。哦，对啊，只有一个，那是唯一的好装。刚刚吸到的吗？对，刚刚那个对方送过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你只有一件吗？因为其他三件都是。对，你那边被吸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问个新手问题。哎，装备怎么变成可以附魔这样？丢到附魔台上。丢到附魔台上。附魔台。刚上一次丢怎么？要靠近哦。你在上面，对方国王在上面，上面，对，老鹰那边那个桥嘛，那我们肯定也没办法，这个有点难，有点高，咦，在射弓箭，哇，真假？有人在射弓箭，哎，杰克，杰瑞，一点钱想要平安回家。地点是，然后我保护的衣服帮你。有人在打，来，楼上，哦，好痛哦，很痛的，剑那把弓很痛。他顺手，哎，是不痛啦。这路莫名其妙。嗯，哼哼哼哼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怎么啦？你要虚了是不是？没有虚到一招。我结束再跟你们讲。
好，看好啊，没看下去，很狡诈的感觉啊。哎，人来了，蓝队了一个。好，他蹲下了，在上面吗？在楼上，他想挖，他想挖，他想挖。他还在那边放地雷，还放炸弹。又炸了，又炸了。哇，他火焰剑呢？火焰剑呢？哇塞！他也附太好了吧？对面那边还有一个射弓箭的。弓箭啊！那只是火焰箭哦，你要在哇，那个矿坑口好多人哦。我们现在先要巩固我们家。挖矿的弟弟都这么恐怖，还会有人拿着东西来轰炸。哇！在炸在炸，楼上有人，楼上有人，楼上有人。嗯，这里你。有恐怖哎！哦，火焰箭，所以你不能用。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下来。有炸弹，有炸弹。哦，谢。外面还两个，外面还两个。好多人哦！又把小帮手吸走。又丢了，又丢了。还有，还有。丢，还一颗，还一颗。嗯哼。哎，又进来了那个。哎，我喷装在下面，喷装在下面。送眼装，有送眼装。我喷的，我喷的。他们的。那个，那个，那个，要赌一下，要赌一下。奖励二退退一的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，送先回。哇，我地堡是不是都？水下是不是还有啊？有，水下有。滴滴，我们起码有一些装。谢谢谢。先盖一下屋顶，屋顶最重要。嗯哼，哼哼哼哼哼。嗯。来来来，我放呼吸的，受伤的声音。我刚刚，哼哼哼，你在干嘛？要做什么坏事啊？又有人来喽！真的。哦，那个燃烧有捡到。又来了，又有人来了。啊！OK 吗？他下来的时候说，他在上面。嗯哼。好像变态啊！真的哎，怪怪的。阿弟，乖哦，教你如何当变态。哇！我帮你挡。附魔台没了，小心一点。亚蛋，亚蛋，都穷亚蛋，穷亚蛋，穷亚蛋，因为这边是那个，哎，那个被吸走，被吸走。我在看他，他暂时烧，只是追他要小心。外面还有一只，外面还有一只，要接应的。对。接应的走，接应的走啊！有跟着他，我跟着他。好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接应的也应该就没了。先有好的武器。他们是有空桥啊 ？Maybe， 不知道哎。玩一下，我觉得没输过也没关系啊，他们太会炸了。嗯，就用一般的附魔了。慢慢堆，慢慢堆。死了！哦，保护山。诶，那这里是怎样？哪里？底下是谁？有密闭哦。啊！哎哎，要说这个弟弟。这个矿坑怎么这么不安全啊？这个矿坑是什么？是以前有被人家埋地嘞，是不是啊？莫名其妙这么一堆啊！真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生气，就是这个瓜。这个瓜啊？什么？就是这个瓜，对面的瓜，对面的瓜，坏瓜，对面的瓜，不打死他，打死他，那个坏掉的瓜，就是你，他上去了吗？我管你有没有拿武器，给我过来，过来，管你有没有拿武器，给我过来，他上去了，你看到他？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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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瓜，这个瓜去我们家了，瓜去我们家了，他上船了，上船了，好多人啊。啊！我箱子里放一些经验瓶哦，你们也可以用。天天天，几？又在炸，又在炸，他们又在炸。他也被炸，他炸死了，炸死了，炸死了，炸死。小雨，你小心哦。嗯，我没。我捡到剑士了，装备掉等了，用光。他们有一个在那个中间是射箭的。哦。这个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每次我挖矿就是。买一把弓，作死。
他们好像是坐船，然后到侧边来过来。附魔台的天灵盖一定要堵啊！嘿，我们楼梯被炸掉了、哦。对啊，炸掉了。嗯，附到一半就被炸死。哎，居然攻击矿工，好吧。哎，很难过吧？我也要去附魔了。难过。没关系。我好难过，只好来当个炸弹客了。嗯，他们会付出代价的。那个最左边有一条路，可以往他们家。嗯。会有人想要被我骗吗？好，有人撩北来，通通变掉，你一定会后悔把我杀掉。变掉，通通变掉，通通变掉。或者你可以在我的台视看到，我这里很刺激哦，我这里都是一次被人哦。前面吗？不是我们人在用，哇，这会清内内，我来弄，我来弄，他要后悔我把我打上来了。好了，有人待业，他们待业了。嗯、我第一个紧张是赶快把我自己的内内给收起来，先保护自己的内内。啪啪的，优先收起来。上去啊，我看一下。旁边那个，这里这一团，这里这一团，这里有团兵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回来回来回来，进来了。啊，几个啊？传流进来。进来啦，这里啦。久等吗？啊、这边啦。哦，好。久等。嗯嗯。炸死一堆人都会了，哈哈哈！没什么好做，只好当炸弹客了。嗯，那一直一直干扰我们挖矿，真的，只是矿工转职，真的，就只是想当矿工而已。你知道矿工转职唯一可以转的就是炸弹客吗？那个是直接还有巫术之力，唯一二转了，唯一二转。有啊，我刚刚是巫术之力了。巫术师也有是不是？对，我是巫术师，迷信啊，迷信啊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有人转炸弹客。好，我要再转回去，我要去当矿工了。也不怕被打吗？有两种不同流派。异国流派。哎，小。哎，小。卖完了吗？我要多买。差一个剑士。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，你们又弄起来了！哎呦！就用一点。好了，满了满了。啊，都不上去。好吧，快找这样。我们的书柜有再生能力，不用怕。好。再生能力，我帮你们堵了一点。还会接加有没有？好恶心啊！对啊，听起来好恐怖、喔。那是谁？音乐那个人？哎、欸，我们的提款机后面有一个人哦、喔。那个，提款机后面有人。我去。往我们家水里的那个。有，我在他后面。然后头上有一个人，头上有一个人。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被吸啊，被吸啊！我要死了，我要被溺死了啊！没事，我没事，我没事，我很好，我一个人过得很好。好。哦越来越难过。有金苹果，家里那个哦，后面那个还在哦。他们有一个人的强力应该有三或四。家里后面，家里侧边，我不去了。说看到蹲着比走路还快，好像疑似有外挂。怪怪。嗯。谁？反正等一下我们就 replay mode 嘛。等一下 replay mode 可以研究一下，等一下。都有，都在录了，都在录了。我刚刚是有看到有一个人在蹲着走路，很吵。就他是八股有没有？而且边蹲边跳，边蹲边跳，那个姿势很吵哎、欸。我觉得边蹲边跳，我记得好像是有魔女。边蹲边跳减肥皂，原来是想减肥皂嘛？哎呀，别啊，那个不是深蹲吗？跟着我深蹲。难得听到球员唱歌，我要来了。我用垫脚石杀人了，用垫脚石杀，哇塞，这个修路啊！哇，那个天桥还 OK 吗？有需要在帮忙在吗？看来是你的鞋子，看来是嗯，不是，还是你的鞋子一直飞过来，不是，这是谁的衣服一直飞在我这里？小帮手的，飞天的捏捏。哎，这个你小心了，有人准备要炸你。好，小 K， 你要换工吗？啊、我有强力士，火焰有吗？强力士火焰，有火焰，好，跟你换。来，来，
还是你们要合成？二十，好，上天梯啊！天桥上还有重击啊！天桥上还有一个人、啊，天桥上还在，天桥上还在。好，哎、欸，来了，我带你那个，明白？没事。PP 吗？哎，有人跳过来哦！白痴，刚刚有两个蓝队他们互打，两个旗帜那边有人。好、欸。哦，没有，射死！我相信你们，我现在不相信任何人。哎、欸，小雨，没事。感觉还 OK。